拳 Jenny 三日在观咖透露，自己在运动时因失足踩空跌倒，导致脸部受伤留下伤痕，暂时需要贴着胶布。不过 Jenny 也安抚粉丝们不要担心，很快会好起来的。而当时她现身机场，前往马来西亚举行演唱会，她戴着墨镜掩盖脸部，打招呼后便快速离开，因此没看到伤势。之后从网友传出的演唱会画面可以看到 ，Jenny 右眼下方贴上胶布，但她心情相当好，与成员们卖力唱跳。而演唱会结束后 ，Jenny 于五日再度现身机场回国，只见她戴着墨镜及口罩，几乎遮住整张脸，但依然看得到她贴在脸上的胶布。虽然粉丝们还是相当担心，不过看到 Jenny 没什么大碍，让粉丝们都松了一口气，并希望 Jenny 能尽快痊愈啊。